欢迎赞周董当爹100分。周董包过那么多小孩，啥时才肯包自己的女儿亮相啊？昆凌妈妈今晚脸书抛文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医护人员，还有谢谢爸爸的全勤100分，并放送一家三口嘻哈照。还有啊，昆凌妈妈，你根本太叫人嫉妒羡慕了吧？年轻就是本钱呢。就像刘根好，都不知道几胎了这样，那时候都会觉得很羡慕。对，那现在终于不用羡慕别人。梦掉，周董当爸。感动到流下男儿泪啦，还帮女儿换尿布，照顾妻女，完全不假他人手。不过想一睹周董千金的庐山真面目，还得看他的心情呢。好了，生的那一天，或者是生的过几天了、啊，因为生的那天拍好像会不太好看，脸色会青青的，所以稍微整理好这样，然后再曝光一下会比较好。据悉呢，他看到 baby 漂亮可爱，真的一度想 po 照分享，后来缩回去。是说周董效率超高的，从结婚到当爸一年就搞定啦，却超爱搞神秘。以昆凌37周足月剖腹来算，去年10月就受孕啦。难怪周董日前公告7月5号结婚1周年，是怕大家误会他先上车后补票吧。而昆凌产前接受杂志专访表示，领证后结婚还是跟恋爱一样甜得不得了呢。他幽默啊，体贴啊，像收工接还蛮体贴的，因为他真的很好，就是觉得可能会遇不到下一个这么好的人。苹果原来真的 so sweet， 霸道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